这首歌是伍佰的一个算是很经典的老歌吧，叫《钢铁男子》。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，不管遇到什么挫折或者是艰难的事情，都能像个钢铁男子或钢铁女子，然后能够很坚强的去面对这些事情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了。帮我拿Stanford。你这，你，好调音啊！你